我发现评论区还是有很多小伙伴不会打吕布啊，其实打吕布真的很简单，来看我手把手教你怎么打。现在吕布已经到四了，打一个七星光芒斩咱们就走。清完这波线咱们也到四了，再跟他打。好的，清完线咱们也到四了，现在跟吕布打是一点都不虚的，一技能起手啊，但是空了啊，空了就别上啊，咱们等下一个一技能。一技能起手又空了，好家伙，没关系没关系。等下一个，好，一技能起手，二技能戳，大招击飞，七星光芒斩戳他，接下来追着他 A 就行了，他没血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，掉大招跑了，那行吧。本来我以为他会回家的，因为下波线还很远，结果他不回，这里看到他直接二闪大招，七星光芒斩被闪现躲掉，虽然这个时候也没杀掉他，但是跟刚刚性质已经不一样了，这波线到了，他回家就得丢兵。塔还会被磨很多血，所以他大概率是不舍得回家的。咱们把兵线带过去，七星光芒斩拉近，二技能大招直接抬走，学废了吗？反正打吕布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吕布被我压着打。这样对面这种有张良的阵容，玩夏洛特突进进去就会被张良控，所以咱们可以换个思路，直接突张良的脸就可以了。因为张良本身也是没有位移的脆皮，我们现在叠好一层被动，直接找张良。戳，七星光芒斩，大招一技能，七星光芒斩直接抬走。杀张良还是很好杀的，无论什么局，咱们夏洛特打团的核心思路就是切双 C， 就算切不了，也要威胁他们的输出环境。张良被开，那他没了，技能留给艾琳，一技能大招，二闪戳艾琳，七星光芒斩再戳，闪现直接一技能抬走，双 C 死了，基本上夏洛特就无敌了。双 C 没了，就都打不动夏洛特，直接斩下吕布，拿下双杀。这里发现韩信跟马可在推塔，他的血很多，还能抢救一下，用龙叠一层被动再过去，目的明确，先清兵，二技能七星光芒斩清兵，大招减伤，戳清兵，走位躲技能，七星光芒斩减伤。此时前面草里有韩信，马可已经打出真伤了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闪现逃跑吗？注意，我现在有两层被动了，已经，二闪七星光芒斩，躲避真伤的同时收掉韩信，马可也被塔打死，拿下双杀。带完线来支援一波，关羽已经到了，虽然来晚了一点，但是关羽还有兵线压力的，一技能起手打韩信，说闪现大招抬走韩信，一星也走不掉，说七星光芒斩戳死一星。其实刚刚有个失误，二技能空了，导致大招没有击飞，不然杀一星都不用扛这么多下塔。阿离正在被追，咱们救一下他。有些人以为自己是猎手，其实自己也是猎物。一技能起手，二技能大招击飞，七星光芒斩，戳，直接抬走关羽。